What?你不，你射到我们，对不对？直接用就用 TP 跟你嘛，这对线嘛，直接线路就可以压爆你。先打线，哎呦，哎呦，鸟，这个鸟回声，鸟落，先把把二色 game 爆之后，还是可以打。准备要来杀中的位置，第一波进攻，玻璃星也已经到了，光盾开起来，木布莱克准备跟李星顺势反打，武将领已经踢到，不过已经进塔的哈娜，看，对，这么派，无等打无等，先看一下哈娜技能全交之后，准备跟着队友来一波联动，不过队友都没到，我的队友呢？又要重击了，重击，这是抢回妹子，准备好，准备好，中他，中他 ，Q 到。那重击没有啊？哈娜的这个重击太快了，中到人了，中到人了，中到人了。下半部的压制还在持续，这边就解波，后面 TP 要来了。亮船，没看到吗？没看到吗？斯普朗姆来了，后面包抄，想要包抄是残血的帕萨。牛冲击已经中了，正面想要用辅助单打，但发现不太对，自己的 AD 赶不上来了。帕萨怪怪的，怪怪的。反身的一个 Q 键，再打到之后，铁血烈焰终于打到了九种顺势的过来，反身要收兽，兽想要闪现去换一下考拉，但没有成功，被哈娜的下路拿下人头。哇，你这个 Flash 不按哦。可能坐车闪现舔这波的传播看起来的话，其实第一时间的 Dragon Gate 并没有看到这个传送，感觉上是让他没有看到传送。可是他这个地方，他其实第一轮扛的伤害是够的，其实这扛的伤害是我认为是足够多的。但是就在这个路线上来接的这一波，其实他如果闪现躲掉这个 W 或者是这个 Q 的话，这波其实差蛮多的。他有机会打，因为他的这个白盾其实有可能开出来的。赶紧走了，而且这时拆开两边位置，艾希反是有点危险，想要走位躲移动冲击，但是没有躲掉，被这突突扫了大半血，幸好是帕萨吞了一口，把兽给吞了回来。拿了两把刀的时候，你就撑不到十秒了。哎，非常不中位置要抓，虽然放了一个大炮筒，但这个大炮筒好像没什么力啊。爆开。河道见面直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拿中翼塔，哇！而且又被贝贝抓到了，帕萨被吸了一口陨落，反身回帖，哈娜被缓住之后，风火这时候跳出来，可惜幻影锁链并没有命中，不过模仿的幻影锁链直接逼掉了帕萨的一个闪现，后续反身魔法闪现进来，这个伤害表演，李欣进来直接秒，三坐车往后逼出了小 V 的闪现，风火也是得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应该是追不到了。哇，这个风火也是非常灵活，没在怕，还要再追。大家看到之后，前面有个球果，你觉得我会回头还是点球果？运气球果，运气球果，先点掉、啊，被用掉了，没有运气球果了。现在没办法，那就只好送塔。要送塔吗？其实没有人追。我已经先赶到考拉站在最前面位置，差点叫队友赶紧过来。打起来啊！他那赶了过来，不过人数接近这边是来的有点少，泡面头赶紧在上方做支援，架了一个炮台，希望把预算给拿掉，直接顺利拿下。不过这时开战接近目标，先把三个给打破一把，反身开车想抓哈娜，不过冰河电子科拉炸得很好，二杀是反身想开，哇，九董已经先倒的情况下，二杀是目标转头想要杀泡面头，闪现过去劈，伤害不太够，最后是靠着风火进场，跟二杀是这两个刺客的 combo 终于收下人头，可惜风火回不了头，小 V 也被二一八给粘住，啪打的一个毒蛇舔住了小 V， 小 V 想要一技能继续拉扯，被巨魔人给锤死，左边位置风火在预示者吃单挑打李星，最后差一点点血量还在逃跑，锁链牵一手，准备要往左边走，巴龙来看戏，这是需要的，对，我要就是一打团。终于找到机会打团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团队主要是哈娜一开始被秒了吧，他第一个位置非常差，直接被轰爆了。这地方中这个大兵剑之后，其实吃2188的全套控制，然后是被秒掉的。他这个会战是开局惊人完就升天了，升天完之后，其实这 rest 我觉得打得算拼，他这边有进去拼这个闪现 Q， 有没有？在最后还有 Q 3又砍出来，这 Q 3差蛮多，但我觉得这 Jungle Y 的控血控得非常好，他 rest 控在这个一滴血的情况下，等到他有没有这个退架。再把他打到就不会站起来了，那这波其实差蛮多的，他能够好好的收掉这个厄萨斯，对第一战队来说非常好用，在中路的位置 JT 已经用双人组的一个优势尝试往中压，哦，这闪现过来咬，但厄萨斯打没断，开门九筒也到了，塔先点掉，塔掉的三还到，不过艾希已经没了，他跟吉野倒，三不能留，李星虎啸龙吟踢中，继续再打肚子往前顶，三顶不住，赶紧叫惊人，但起来瞬间四个人手持往前兵不血连挂，还有闪现二一把他闪了出来。炮台三架啊！泡面头人法秒八龙之术要秒了吗？速度其实还不错，毕竟有两条火龙的一个加持。不过被看到了，被看到了。哇，这一天人已经赶过来，
坦肯其实落单了，河流之王在河流落单是有一点那么尴尬的。幸好有巨物尾面保护，后面 TP 来是二杀四已经绕到了背后，这个速度很快是从家里冲出来的。这位置有机会的，想劈想劈，就用这一招炸开了五个人。李靖选择飞进去，不过后面瑞德已经开始限制了路线，在左边限速人员。最后 DJ 想要尝试秒路线，但路线还是活了下来，开始秀不断的输出。对，这个 Moon Black 想要尝试把 Koala 给收掉，经历了自己最大的一个机会，可惜还是没有办法。路线已经 Double Kill， 188剩下他一个人。赤膊豚瑞德是跟神一样哎，他走到后排，白棋跟坦肯齐。直接破成两半，都限制住了。哇，二一八还是倒了，一打三。这波团战开启的地方，接着我们队必须回头来救他。然后 Rest 传送位置变非常好，他后排直接切艾希跟坦肯奇，而且我刚看到他是用剖腹产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肚子里面直接把妈妈砍，把坦肯奇砍成两半，再把艾希砍成两半，拖出来打。这画面的右上角是这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实境秀，最厉害的这个外科医生，最看外科医师就是我们的这个 Rest， 你看。有没有？他是手术刀，要含进去嘛，然后把他救回来。但是什么？含进去之后，给我出来！就把他剖腹产，然后再把他干掉。哇，没机会的，这个太绝望了。剩下的外面的大汉，一队三名成员想要收头，你队友没有成功。你队友原本辅助就很惨，然后上路对面上一打二的情况下，确实这个会战是没得打，真的没得打。因为不管是小 B 的路线，或者是 Fofo 的勒布朗，其实这场发育都算不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路的一个塔就被点了一半，而且中路的一个二塔也要掉。哦、很可怕哦，砍刀会死哦，那刀子很锋利啊，二杀是直接开大，幸好有帕萨做保护。哇，瑞德这边也是很心急哦，因为他是没有闪，然后两刀中两刀就倒了，两刀加普公子就倒，所以非常看起来非常心急是正常的。这时候哇，中路的一个位置，加急 DG 想要尝试在中路砸破口，但瑞德交出闪现过了墙，这个一闪，反身勒布朗两次大不见了，哇，少真的如。继续的一个进攻，D君想要尝试在最后时刻尝试守住中路，但没有办法再次闪现进来，锁链牵住，光盾有保护啊，包括九永这一炸幸好没有收掉 Moon Black， 不过中路已经是完全溃败了，被劈倒李星球坦克已经救出来，但是没有人救，2188188交闪现说救我 Moon Black 救我 Moon Black， 最后只能用手榴弹做一个掩护，但可惜没有办法，二一八还是倒下，而且 Pasa 也先危险，赶紧开了一个白盾，最后2188化为了尸体。看到了对面的目标，插眼 Moon Black 猜测左边可能有人，但没有猜到后旁边都走了进来。烽火看到谢巴女你要打到前面位置已经开了团战，已经飞进来，但坦克已经融化了，虽然有个阿闪的 Jungle Y， 但还是被冰河猎奇给直接敲住后倒下。艾希也升天了，后面艾希已经是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融化，剩下的一个 Moon Black 放了一个哎这一个炮台，我最相信的炮台，哇，但没有了。2188孤苦无依，怎么我一回头四名队友已经没了，古堡前一塔准备掉落，这一厅的人员。速度很快，也没有要强杀2188的感觉，先把珠宝给拿下。没有，他们想杀，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他们想杀，锁链牵一下，发现喂很坦，那我还是来拿珠宝吧。恭喜 JTeam 在瑞德面无表情的情况下拿下了第一场比赛。淡定，对，答案是淡定到不可思议，好像所有的这个剧本过程都如他们所想的。你看 Hana 看起来是最开心的，对，看吧，二杀是给你玩就好了。哎、欸欸，不是这样吗？对对，二杀是你玩，我酒桶比较适合我。酒桶对，适合我。酒桶史瓦尼，我这厉害的，哇，这一场这一team看起来打的是十分的惬意哦。DG 没有打出他们这个第一轮的打法，我觉得。哎、欸，我觉得其实 DG 越玩就是内容。表现上没有一开始打得好，反而啊就是练得久了之后打得反而没有之前好，就是个人的选手个人的那个特色不见了。对，就是他既也不是说要利用月黑会玩泡面头 main 角这种特性去构筑一个泡面头的组合，也不是说要配合着 Jungle Y 去打这种强势无限进野的感觉。对，反而留下来的只有2188的扛线，然后这个 Jungle Y 不再进野，然后这中路还是选泡面头了，然后下路感觉选了这个艾希加，他前面赢了很多线，但是也做不到事情。团战很引爆。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队伍其实看起来他的游戏运营面是可以有很多人去打的，但是实际上在上场之后，反而跟过去的自己比，搞不好打的还没有一个礼拜前的自己好。这不是版本的问题，就是他的内容上面来说，应该要跟随着这个队伍的调性去做变化，越打越好才对。但我觉得这场他发挥的不够好。
对，而且包含了其实 JT 在前期也已经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了。真的，在这一场 JT 也是算熄火的感觉。哎 ，JT 感觉也是没做什么事 ，JT 感觉没有要做任何事情。对，但是打了。